船只在海上作业时，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生火警意外，届时会危害船只的稳定及船员的生命安全。为了避免憾事发生，我们必须了解与熟悉火灾应变措施，保障你我安全，也使船只作业更加顺利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影片，一起学习正确的油吊船消防知识。全体船员听见火灾警报后，立刻穿上救生衣及安全帽，持续呼喊 Fire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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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快走前往紧急集合点。同时，船长需在驾驶台持续发布七短声、一长声的警报，掌握全体船员及船只的情况。发现起火的船员切勿踏入房内，先在门口处使用灭火器灭火。火势过大无法扑灭时，请立即关闭门，穿上安全帽及救生衣，并快走前往紧急集合点。我看船长，船长有事哦，我要拿对讲机跟敏丹。好，那边好，谢谢。Number one, number two. 在紧急集合点，大副需一一点名，确保无船员受困。之后指派无线电操作员前往驾驶台报到，接着询问发现火源人员，确认火源位置，并向船长通报。报告船长，我们船上失火，在那个船员的方向12号，请船长下令灭火。了解了解，啊，开始指挥灭火。Phenomenal number one, Wang Tinyan. Yo. Phenomenal number two, Joseph. Yo. Hotman number one. 大副叫出第一灭火队，请两名消防员着装消防衣，并由第二灭火队的人员协助。而第一灭火队中的三位消防水带人员听从大副指挥，进行布置消防水带。接着，大副请大车带领车间支援班将船上断油断电，避免引发更大的火势。回报大副，机舱断油断电完成。大车完成任务，回到集合点报备后，大副指示左右舷各两位船员关闭水密门。接着，大副检查消防人员着装情形，安全防护措施确实做好，再通报船长。灭火前置作业准备完成。有 ，OK。啊，灭火人员首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灭火开始。消防员慢慢前往火场，先向水密门喷水降温。接着再开启一小门缝，向门内喷水。重复多次后，再打开水密门，进入船舱，走向起火房间。抵达火源位置，消防员先向房门喷水降温。确认热度下降后，开启门缝向内喷水。
接着将房门打开，往起火点持续喷水，直到火源熄灭为止。最后，消防员通报大埔灭火作业完成。我们没有完成，请转让再去检查一遍。啊，了解，我马上下去检查。船长抵达火源位置，先确认房门热度，再开门进入查看。检查火势确实扑灭后，回到紧急集合点，并指示全体船员归队，由大埔再次一一点名，确保无人员受困。报告长，我刚点名，我们所有人都在。啊，方面有。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坐下。后视镜有。有。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啊，坐下。帮忙的有。有。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啊，坐下。啊，其他的人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啊，干净。看完这则影片，大家对油钓船只的火灾应变是不是更了解了呢？透过油钓船消防演训，面临火警时，相信我们更能冷静应对，正确且迅速地扑灭火势，降低伤亡及财产的损失。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大家都要记得哦。